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感谢你的洪恩大爱，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今天主日早晨，当我们与家人一同聚集在你面前来歌颂、赞美、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感谢你的应许。你说早晨你必听我们的声音，早晨我们必向你承明我们的心意，并要警醒。在今天是国庆假期当中，许多人忽略了来敬拜主，求主怜悯。为着在你面前委身忠心服侍你的人来感谢你，求主你也特别施恩，让每一位到你面前谦卑领受的人，灵里都得着生命粮的饱足的喂养。你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你就使我们得安息。我们在世界上虽然有不同的重担，但是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当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你必释放保守。愿主让我们在你面前得着安息，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得着帮助，得着力量。求你使用今天的敬拜成为我们在你面前属灵的祝福。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Oh,
各位 ALCBC 的弟兄姐妹们，以及在线上透过网络直播一起来敬拜我们天上父神的主内众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美国的国庆日，可以说是独立纪念日。所以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主题就是有福的国和民。首先让我们来读两处的经文。今天的经文稍微长了一点。第一处是在诗篇33章的第12节，诗篇33篇第12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诗篇第二篇的全篇，一共有12节。我们一起开口来读，请。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以上，感谢主。那今天是美国的国庆日，也正好遇到礼拜天主日。那根据统计呢，这个周末大概有4800万的人外出旅游，无论是搭飞机、开车，有4800万人出游
我常常说信仰没有假期，不管我们的主日遇到什么节期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来到主面前来敬拜他，来向我们的主来守主日来向我们的主敬拜歌颂赞美，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神所赐福的国家里，成为这个国家的百姓真的是很有福气的正如诗篇33篇12节所说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除了这一处经文呢，我们也看到另一处经文说，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诗篇22篇的28节。由这一处经文我们就知道国家的真正主权是在于神在罗马书当中也有提到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罗马书第13章第一节。只是当神将权柄赐给人之后，这个掌权者到底知不知道这一点呢而愿意以神以他为尊他为神以耶和华为国家的主呢来遵行神的律法，我不知道一国的领袖是不是理解圣经上这样的要求。国家的权力来自于神所以呢国家需要对神来负责。当人民对这样的真理昏昧无知的时候这个集权这个独裁主义就会尾随而来。因此国家是神普遍恩典的机制借这样的机会呢，神可以用来禁止邪恶的产生。也就是说国家的目的就是要制定和执行神写在他话语当中的律法，以及他写在人心上的道德法律，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必须要遵守法律免得无法无天并且要为掌权者来祷告。我相信教会跟国家之间必须有所区隔，但是教会跟国家之间有区隔并不意味着神和国家分开分离因为圣经很清楚的指出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美国的建国开国这些元勋他们没有意识来建立一个与神分离的国家。在独立宣言里面承认神赋予人类不可剥夺的人权。富兰克林在起草美国的宪法的时候他就站起来做了他一篇很著名的演说。这篇演说这样说，阁下，我已年迈，我已老迈了，但是当我活得越久，我越相信一项真理就是神掌管人类的事物，如同麻雀一般若没有他的许可绝对不会落地的。
一个国家的兴起可以没有他的帮助吗？阁下，我们坚信圣经所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啊，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我坚决相信这一点，并且相信没有他认可的帮助啊，我们所完成的政治实体啊，将不会比巴别塔好到哪里去。富兰克林啊，他要求在起草美国政府宪法的时候呢，以祷告来祈求全能者来帮助作为开始。他这样的举动啊，可以说是驳斥了今天那些以抵触宪法为理由在参议院院会期间啊，不做开会祷告的人啊，可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荒谬啊，和对一个国家更伤害的了。诗篇第二篇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主题啊，这一篇呢是大卫的诗，在这一篇诗当中充满了末后日子的预言。大卫是主前一千年的那个时代的人，那么离现在呢已经有三千多年了。从历史以来就看出外邦的争闹，世上的君王要抵挡神与神的受膏者。我们在仔细看诗篇第二篇的一到三节，这里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这几句话正是现今时代的写照。在旧约时代的所谓外邦人是指以色列民以外的人。那么今天我们所指的外邦呢是指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所以呢，我们今天正是活在一个诗篇第二篇所描述的世代。今天的新世纪思想，今天的一些什么人定胜天的理论啊，什么进化论，你对那些发起进化论的人说，那你的祖先就是猴子了，他又不承认，他又觉得很羞耻。还有呢，无神论，人就是要靠自己啊，靠自己的成就，也就是说人不要神啊，人就是神。今天的世界诠释一如既往，也就是说与神以及与神的国度为敌。我们看见世界各国各族的元首无论在宗教、政治、文化、教育各个层面都在抵制反对神的权柄，而且围攻逼迫基督掌权的教会。诗篇第二篇这一篇是一开始就描述地上的君王纷纷扰扰甚至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我们就看见无论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社会跟社会之间或是政党跟政党之间大都是彼此不相合，互相竞争以至于呢不断的分裂
或是产生许多次级的团体。现代的社会彼此思想的观念以及作为的表现都是分歧的，都是对抗的，都是离异的。可是很惊讶的，你有没有发觉到唯独在抵挡神的事情上面呢，大众却能够化敌为友不谋而合。从这篇诗的第二节抵挡耶和华，这个抵挡这个字我们就可以联想到撒旦撒旦就是抵挡神的撒旦就是反对的意思。撒旦专门反对神，并且鼓励挑衅世人来抵挡神。所以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好像联合国在开会可是他们所谋的却是虚妄的事情。因为他们谋算要做什么呢？要抵挡耶和华并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们拒绝上帝的掌权他们要自己来掌权。当世局诡谲多变，各大国家兴起又衰没又衰微各个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领袖崛起，然后好的领袖又消失这样兴起消失兴起消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感到不安和彷徨在嚼缝当中的我们真的有希望吗？但是这篇诗篇让我们知道人间的邪恶势力不论多猖狂大能的上帝一点也不担心甚至于呢，像第四节所说的笑着面对第四节那里让我们看见他们在争闹在谋算虚妄的事就是这世界上很多人的特征他们所作所为真的是让上帝好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自量力就好像建巴别塔一样他们以为可以塔顶通天了结果上帝就可以把他们拆毁拆散所以呢，也就是说最终这些狂妄的人他们就要在自欺当中接受上帝的审判。这篇诗说世人会做出这样愚蠢的事情就是群起反对耶稣基督以为可以脱离他脱离神的掌控然而人这样做当然是徒劳无功人世间的权力都只有暂时的唯有上帝的旨意是永远长存我们今天的主题谈到有福的国和民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有福的国和有福的民呢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那么在今天的经文的结束又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呢要成为有国的民有福的国有福的民那么就要从愚笨愚蠢的行动当中转为智慧的行为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诗篇第二篇给我们答案
怎么样成为一个有福的国和有福的民。在今天美国的国庆日当中，我们一起用这一篇来彼此的勉励，怎么样从愚蠢的行为当中变成智慧的行动。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表达人类的愚蠢愚昧的行动。其实我们人是最有智慧的，因为是神在创造万物当中的特别的创造。然而人也却是最愚蠢的，在万物当中最愚蠢的，因为人竟用神所赐的智慧去抵挡神。以赛亚书里面说，牛都可以认识它的主人，驴也认识它的主人，只有神的百姓呢不认识神，抵挡神。人用神所赐的智慧去抵挡神。怎么抵挡呢？第一节说人用争闹动乱示威抗议的方法来反对神，就像小孩子一样不懂事在那边胡闹，而且呢他们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来反对神。就像今天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组织，什么黑命贵啦什么什么安提法啦，什么什么什么同性啦异性啦，什么那些团体，他们也有组织的起来来反对神反对圣经。当他们组织起来的时候就以为可以吸引人的注意引起人的赞同，就可以把耶稣基督剔除铲除。这是第一个人的愚蠢的行动用闹的，像小孩子一样胡闹，用争闹。外邦为什么争闹呢？第二节我们可以看见就是用政治的势力也就是说动用到国家层面来反对我们的主。那些政客为了选票，明明知道是不对的，也参与反对神的行列，制定一些反对神的法律，逼迫教会的法律。第三节说人的愚昧行动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神来管理人要摆脱神，人要任意而行而自由，人要把凡是与耶稣基督有关的呢都赶出去。这一个他们要保留是什么呢？美钞啊，美钞上面有讲我们相信神啊，那为什么有神的东西他不甩掉呢？很奇怪哈，世界上的人要把凡是与神与基督有关的东西都铲除掉只有美钞没有铲除掉。因为神的掌权管制他们觉得是一个捆绑认为是绳索神的掌权，世界上的人看作一种神要来辖管也就是说历世历代以来的人都这么看以至于呢历世历代以来我们看到人类就是将来反抗抵挡神就个人来说就每一个个人来说也是一样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所有人其实都是在反抗神的不喜欢在神的绳索里面他们认为这个绳索是上帝要辖制我们控制我们捆绑我们但是不要忘记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四节说主对我们的绳索其实就是慈神
爱所，也就是说是他恩典的绳索。其实神的慈神爱所才是对人的保护与祝福，只是人们却看不见，却把这个当作是上帝的束缚。每个人都不要在真道之下，每个人都不想要在神的旨意之下平安敬虔的生活。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就看到这是人类愚蠢的行动。那这个愚蠢的行动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看看第四节到第九节这一段就描述。第四节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有人说这是圣经里面唯一一次上帝在发笑，也就是说神的发笑极其罕见，在旧约里面确实这是神唯一一次发笑。我们总是觉得神是很庄严很严肃的，没有笑容的。虽然在圣经新约里面已经提到说耶稣有欢笑欢乐的时候，但是没有笑这个字出来。那这里我们看到在天上的主必嗤笑他们。我们知道创造宇宙的神掌管万有，愚昧的世人竟以为自己能够公然反抗神，真是荒谬。人类以为发明了一些洲际弹道飞弹，发明了一些雷射，发明了一些基因的改造，能够到太空去，能够住在太空。其实这些成就对上帝来说只不过像是儿童的玩具而已。神却参透他们的心里的一切的隐意。所以呢，神嗤笑世人的无知。当然神这样的嗤笑是代表神怜悯，神的宽容，也就是说神不立即发怒惩罚，也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劝导给我们机会的一个时期。当人要抵挡神可以成功吗？人的反对会把神赶出世界吗？其实我们从圣经看见神的反应就可以看出人所做的真是愚不可及。因为上帝，因为神一点都毫不受影响。第四节说他仍然坐着为王，因为他在嗤笑看着世人所抹的必定存立不住。我们的神是安坐在天洪水泛滥他仍然坐着为王。神他可怜人的幼稚无知，但是我们的神也绝不会坐视不理。第五节说他要让人呢落入惊慌之中，人动用各种方法要来抵挡神，但是这些方法到头来都成为人的祸患，成了人的惊吓，吓坏自己，人呢就自食恶果。也就是说人要任意而行的自由，不愿受神在人生活行为上的约束。
结果呢，这种滥用自由就成为今天人类的祸害。我们看看第六节到第九节，耶稣基督仍然在掌权，他仍然是被立的王，仍然要管辖全世界，他要把一切抵挡的势力打碎，所以呢，人努力反对神，但一切都必白费心机，因为人的一切计谋和努力都必粉碎，荡然无存。所以呢，最后这一段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劝勉鼓励我们要从愚昧当中呢转为成为有智慧的人变成有智慧的人。那么要怎么做呢？第十节说人就要反省，君王要反省客观的观察所出现的乱象，我们知道了以后就应该立刻纠正，看见了人自食其果就要迷途知返，不要一直错下去，这就是智慧的表现，要迷途知返要反省，要敬畏神。第十一节说我们同时要回转，要回到神面前来敬畏他，来侍奉他，并且要很认真的甘心乐意的来侍奉他。最后一节说我们要亲爱我们的主，要亲近主耶稣，要来顺服他，要来爱他，因为他不久时候到了，他就要施行公义的审判，我们要趁机赶紧的来投靠他，免得当他审判日临到的时候我们在审判当中呢就灭亡。也就是说，懂得在危险还没有出现之前我们要找到出路，那就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所采取的行动。我们知道恩典的时候快要过去了，当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个的世界局势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恩典的门快要关闭了所以呢，我们要快快的与我们的主与神和好接受他的救恩。所以呢，这篇诗篇是以盼望以福气为结束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一个国家投靠神这国家就有福气，一个人来投靠神这个人就有福气。我们是否降服在耶稣基督的掌权，我的家庭，我的家业，我的一切是不是在耶稣基督的掌权当中呢？是不是在神的慈神爱所的当中呢？我手中的工作是否在耶稣基督的掌权之中呢？我们应该如何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社会来祷告，好叫国家社会都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掌权之中。所以在今天国庆日，就把这样的挑战留给大家去思考。让我们再次来做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献上感谢，
为着我们能被你拣选成为你自己产业这样的福气。天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你的儿女。在今天美国国庆日，我们心中有无限的感触。这是一个奉主名建立开国的国家，但是因着撒旦的抵挡神，使这个国家陷入了渐行远离神的光景。求神怜悯，也因这现实的光景，使体会基督心肠的称为你的儿女的我们感到责任重大，也就是要发挥我们的生命来影响力，在这个弯曲背谬的世代当中为主来发光。我们要为美国祷告、代求、祝谢，特别要为一切在位执政掌权者代祷，让他们如同今天的经文所说的，应当醒悟，应当受管教，应当敬畏神，让百姓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来荣耀神。也求主特别眷顾 ALCBC 教会以及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忠心委身于你和你的教会。祝福在这个假期当中出入的平安，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尊主为大。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来唱赞美神，作为我们的结束。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